大人，替你上药而已。不必劳烦大人，属下让香儿来就行了。小事而已。那劳烦大人了。<笑> 那就为他留一双远光，照在锋芒的地方，让芯片刻安详。让流浪在外的游子。李统领简直太帅了，长得好看，武功不凡，为人正直刚硬，最主要的是对下属爱护有加，简直是全天下最有魅力的男人了。 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小姐，你的药。大人，我们在账房里发现了一间密室，里面堆满了金银财宝，还有这些账簿。这里面涉及了丝茶、丝盐、丝铁等众多不法买卖。 大人，你的伤好些了吗？已经好多了。哦，对了，听说案子已经了结了。这次腐败案涉及朝臣30多人，为首的是户部尚书裴桓。那大人似乎还是闷闷不乐。这一次案件太过顺利了。 对了，唐子怡说，大人曾经受过重伤。不错。3个月前，本统领携神捕司精锐人马，围剿千仞。千仞是一个杀手组织，神出鬼没，行事严密。直到3个月前，我们发现千仞杀手的秘密巢穴。